在高雄湖内区的一间螺丝工厂，今天上午接近6点时发生了火警，冒出浓烟，而起火的是工厂屋顶的排风管。警消出动12车26人到场，从其他厂房爬上屋顶灌救，所幸在半个小时就扑灭火势，没有人员受伤。而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1到2平方公尺，不过详细的起火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